每天清晨4-5点钟，先例的天还没亮，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就匆匆赶往吴哥窟，生怕错过了什么。摸黑进入吴哥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莲花池边，翘首等待一个神秘时刻的到来。终于，一轮红日从5座高塔后。 缓缓升起，一个一真一幻的宫殿建筑群，瞬间震惊了各种肤色的游人。150多年前，同样的场景也把一位法国生物学家惊呆了，并引发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大发现。 1860年，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来到暹粒省西北部的丛林中，寻找珍稀蝴蝶标本。忽然，树丛里露出了一片巨大的石雕建筑群，层层叠叠的庙宇，一座连着一座，宛若神话中的城堡。亨利·穆奥在日记中留下一连串惊叹：这些建筑可以和所罗门圣殿媲美。 大概是出自某位古代的米开朗基罗之手吧。在我们最最美丽的建筑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它比希腊或罗马留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要宏伟。究竟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他们为什么又弃城而走？如此宏伟的城堡和雕刻，为什么？ 从未有人提起。年轻的穆奥还没来得及细究，就因为在丛林中感染痢疾而病逝。后来，穆奥的弟弟将他的探险日记出版，在法国引起轰动。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接踵而来，他们实地考察后确认，这座城堡就是神秘消失400多年的。 高棉王国都城吴哥窟。40年后，在距柬埔寨万里之遥的中国西部小城敦煌，另一个震惊世界的亚洲奇迹也被无意间发现。1900年夏天，莫高窟住持道士王元禄像往常一样，在16窟甬道里清理积沙。 无意中发现甬道的墙壁是空的，王道士一锄头下去，赫然出现的是一间装满古代经卷、文书、绢画的密室。原来这是一座封闭了800多年的藏经洞，在这个不足20平米的耳洞里，竟然封存了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写经、文书和绢画50万多件。 随后，正在丝绸之路上挖宝的外国探险家闻风而来。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那个狂喜的瞬间。我的上帝，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40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库。就分量和保存之完好而言，我之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 When he paused while finished the cleaning, it wall was cracked, so he discovered this cave by accident. 这个发现对，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有意义，而且对世界历史上也有很大的意思。可以说，它打开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发现中国唐代之前有什么历史档案。藏经洞的发现。 也让沉寂了数百年的敦煌莫高窟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在鸣沙山东麓，这1680米长的断崖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共有壁画45000平方米。
彩塑2400余尊，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45000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按照1米高的画廊来排列的话，要排45公里。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如此丰富的壁画，而且它的包含的历史文化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了解唐朝的话，最原始的、最可靠的话是边选？就是敦煌的石边。原来可能在唐长安或者唐洛阳的一个大佛寺里面呢，也有这样的，可惜这是在我们现在这唐朝的长安呢，就我们见不到，只是在敦煌就留下给我。莫高窟、吴哥窟这两项震惊世界的亚洲考古大发现，引发了全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关注，至今热度不减。他们千年相望，却不相闻；他们命运相通，却不相知。今天，当他们伸开巨擘，牵手相握时，一场远隔万里、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随之展开。这一天是中国农历4月初8，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在敦煌，4月8是一个重大节日，男女老少都要去莫高窟给大佛进香。这座莫高窟最高的标志性建筑里，安坐着世界第三大佛，35.5米高的敦煌北大佛。这一天，96窟专门为敦煌的老百姓开放，人们排队绕北大佛一周，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家人驱病消灾。自公元695年起，不知有多少人朝拜过这尊弥勒大佛。从他的脚的比例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高大的。这样的大佛呢，在唐朝初期非常盛行，他跟一个皇帝有关系。武则天喜欢弥勒啊，他信佛教呢，当时呢有一些和尚告诉他，武则天啊，你就是弥勒降世，所以他很高兴，他就下令全国啊造大佛像。所以在当时呢，全国出现了很多大佛。礼佛后是热热闹闹的搭台唱戏，九层阁前俨然成了一个盛大的集市。俗话说得好，就是说神佛面前唱大戏，年头年尾都重要。男同志唱了呢，身体健康；女同志唱了，长得漂亮。这样的礼佛习俗，在敦煌已延续了1600多年。此刻，在沙漠的另一极，柬埔寨暹粒省的荔枝山上，同样的绕佛礼佛，同样的乐声阵阵。波列昂通寺是荔枝山最大的寺庙，大殿里供奉着一尊巨型卧佛，每天都在接受四面八方信众的膜拜。海拔只有480多米的荔枝山，却是暹粒省唯一的高山。在柬埔寨人的心目中，荔枝山就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是众神所在的地方。公元1世纪建立的柬埔寨王国最早称为扶南。公元5世纪末，本是扶南属国的真腊取代扶南，柬埔寨进入第二个王朝真腊王朝。公元802年，舍耶拔摩二世在荔枝山登基，建立吴哥王朝。
荔枝山下有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可以灌溉无边的吴哥平原，让这里成为鱼米之乡。吴哥王朝在这里延续了630年。初冬的第一场雪飘落莫高窟，纷纷扬扬的雪花热烈地落下，又快速地融化，如同一场场生命的轮回。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困惑。这困惑推进着科学，也催生了宗教。2500多年前，印度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创立了佛教。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阿育王放下屠刀，笃信佛教，广建塔寺，集合经典，并沿一南一北两个方向向世界各地传法，最终让佛教演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收复了河西走廊。随后汉武帝在河西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立玉门关和阳关，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就在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商贾云集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条通往世界的海上大通道也在开拓和形成，它的开创者也是汉武帝。公元前112年，刚刚收复了河西的汉武帝又出兵10万收复岭南，并一举攻克南越国，大汉的南部疆域延伸到包括今天广东、广西、福建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为从广东徐闻县、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和斯里兰卡。这一线路就经过古代扶南国所在的暹罗湾。凭借海上丝绸之路主通道的优越位置，扶南国迅速扩张成为横跨中南半岛南部的大国，雄霸着从罗马到中国的海上航线。在丝绸之路的大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和信仰。在遥远的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往往都和神有关，即便是外来的神。公元366年，行脚僧人月尊因游到敦煌鸣沙山头，对面的三危山在夕阳的映照下放射出奇异的金光，又如千佛降临。月尊认定这里必是佛国圣地，就在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窟。从此荡泉河畔响起了千年不息的浮躁声。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莫高窟连续开凿造像不止，经16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1000多年的层层累积，
让人们看到了丝绸之路上十多个朝代鲜活的历史画面。一打开的时候，那真是觉得那个敦煌的那种灿烂，那个感受太强烈了。这么高的水准，这么灿烂，这么丰富的神奇的想象，那个时候真是五体投地。虽然在世界看了很多很多的画满画的地方，但是没有这么让我激动的。中华民族古代的，要说起古代的艺术，像敦煌这样保存如此之多的唐代跟唐代以前的这种佛教艺术，全国全世界证明第二。谁也不曾想到，敦煌与吴哥最初的交集就在这个以佛教史迹化知名的洞窟莫高窟323窟里。这幅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的对面，画有最早访问柬埔寨的中国使臣三国东吴人朱印的形象。画面上他正和僧人顾传载着石佛去天台山通玄寺。公元226年，扶南国王派使臣访问东吴，献上琉璃等扶南特产。东吴孙权投桃报李，也派大使康泰和朱印去扶南等南海各国访问。朱印回国后写了《扶南义务志》，记述了他出使扶南的见闻。作为海上邻国，中柬之交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佛教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媒介。北斯坦因带走的《藏经洞经卷》《摄大乘论章》是一部重要的佛教著作，它的译者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四大译经家之一的真谛，他来自柬埔寨。南北朝梁武帝时曾请求扶南国派高僧来传法和译经，扶南国派出的高僧就是真谛。已经50岁的真谛从扶南漂洋过海到中土一待就是21年，直到圆寂，先后翻译48部佛教经典。这样深远的佛教交流背景让吴哥窟和莫高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12世纪初，被西哈努赫沁妄称为柬埔寨拿破仑的苏里耶跋摩二世纪，这位骁勇善战的君王将吴哥王朝带入疆域最广的时代。当时的吴哥北到中国云南边界，南至中国海，中起越南中南地区，西抵缅甸的蒲甘，是东南亚版图最大的帝国。从空中俯瞰，吴哥窟的整体布局一目了然，外围是长方形护城河，然后是一道四面环绕的围墙，整个布局就像一个巨大的坛城。中心是金字塔式的金刚坛，最高层为矗立的5座宝塔，4个小塔排在4角，将最大的宝塔围在中心。中心宝塔高65米，近20层楼高。从正面看上去，五塔会重叠为一高两低的三塔。这个三塔重叠的图案被印在柬埔寨的国旗上，成了柬埔寨王国的象征。เรียนต่อไป จอมกระดาษในลบในมีนกระดาษมีนพุ่มสมัย ให้มีนกระดาษสระตึก ตั้งบุญ คือดำนางอ้อยสระสระในพนมในในเฮมลาย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รูปประสาทกบฏยังคือรูปเพียบในสกลโลกได้เก็บบ่มบุญต้องเลือพันใดยังไงดมนางท่านสัวไรสะสับเชียงเกศปวดไหลนาเกศกรุบโอชีเตปลาบาดกู้ช่อมกระดาษในประในประสาทกบฏนั้นเยอะดังเฮยกู้สำคัญเกศกระทาเกศดมกลรูปพระวิษณุอ
通往金刚坛最高层的台阶异常陡峭，需要手脚并用，一路仰视着攀爬。这一层一层的台阶完成了一个山的意象，寓意着神的高远和通往天堂的路极其艰辛。除吴哥窟外，整个吴哥城还包括罗鲁斯建筑群、巴肯山、吴哥通王城、塔布隆寺、女王宫等600多座古建筑，它们分布在约45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中。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印度的泰姬陵、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一起，被称为东方四大奇迹。很多人好奇，石窟应该是开凿在山上的洞窟，吴哥这样的地面庙宇为什么也称为窟呢？其实吴哥窟这种塔庙建筑本来就源于印度的佛教石窟支提窟。支提就是塔的意思，和吴哥窟一样，莫高窟的中心塔柱窟也源于支提窟。须弥山是吴哥建筑的核心，而在莫高窟也能找到须弥山的踪影。莫高窟隋代303窟的中心塔柱就被做成了一个须弥山的造型。吴哥窟里唱主角的印度教诸神在莫高窟都能找到他们的踪影，只是名号不同而已。莫高窟第285窟的西壁，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可以看到的，就是作为印度教三大圣之一的娑婆神，在佛教里头被称为摩西娑罗天，他会在这个北侧小康之间的壁面上。甚至有这个印度人最喜欢的那个叫伽奈夏的形象，就是一个象鼻子的神，在佛教里面叫比拉耶加天了。他们都来自于印度本土一个深厚的文化传统。于是呢，我们就会发现佛教和印度教就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然而这些印度教神奇在中国内地其他石窟中却很少见。莫高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热烈拥抱着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土的印度神奇。丝绸之路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之路，或者它的科技交流之路，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传播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之路。由此呢，就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来自中原文明的元素，来自印度文明，来自两河流域的啊，甚至来自希腊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1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2011年，中国人类学博士罗阳在吴哥做过为期1年的田野调查，和这里的很多村民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他每天都在村寨和古城之间穿行，拼接着柬埔寨的宗教文化史和中柬关系史。吴哥的古寺和现代的小城佛教寺庙，他们在空间上的这种并置还有一个交融呢，其实是柬埔寨人他们对自己历史还有对于这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何共处还有如何成为一体的一种无声的诠释吧。2007年，澳大利亚、法国与柬埔寨3国组成的考察团，在美国航空太空总署的协助下，用雷达扫描高棉帝国古城旧址，在占地3000平方公里的地下发现了约1000多个人工湖和74座寺庙。
吴哥古城的浩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与依山凿窟的莫高窟不同，整个吴哥窟庙宇建筑都由石块砌筑而成，石块之间严丝合缝，却看不到任何粘合物。吴哥窟所在的大平原上没有一块石头，那数十万石料是怎么运抵建筑工地的呢？在没有起重机和卡车的时代，运送这么多石料，这要付出多么惊人的代价呀！ทว่าคลับมันตอนโยจริงจริงพอง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ยืมมันเชื่อท่าจีทมอจีสปะนมันได้ช่วยทมอปิดปิดให้ทัวร์ล้างกำลังดับยานยนต์บาดมันไปเจอติดพว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เกย์ทมอดับรูตะกี้จริงจริงปีการท้านเกย์ไอ้ออดมเรย์อ๋อไอ้เกย์ไอ้ปลายซึ่งซึ่งเซมเบียบาดดับไปโชว์ตะบอลเซมเบียมโก้根据碑文记载，修建吴哥窟正用了30万个工人和6000头大象。刚采回来的石料非常粗糙，这些石块是怎么打磨光滑的？石块与石块又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至今也无法破解的谜。1860年，亨利·穆奥发现吴哥窟后，曾问当地村民，如此美丽的建筑谁建造的？村民们回答，是神和国王创造的。两种方式塑造佛像，在敦煌叫做石胎泥塑，就是在开凿洞窟的时候啊，把这个岩石啊就已经大体上凿出一个样子，然后呢在表面呢再敷上泥，然后再加彩绘，做成高大的佛像。当然这样的工程是很大的了，估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成的，这样高大的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你小心啊，这自己扎人的。这片子哎呀，好的。2014年春天，雕塑家杜永卫来到敦煌郊外的荒滩上，采伐红柳枝干。这个心挺好，这个看。这个尺寸刚好。这些歪七扭八的枝干，到了雕塑家手里，会派上什么用场？那个菩萨。哎呀，今天还可以吧，反正不太理想，拼着用。
粗壮的树干做了身躯，弯曲的树枝做了胳膊，细柔的柳条做了手指，再用鸡鸡草捆绑包扎成人形，这就完成了木胎泥塑的第一道工序。接着是第二道工序，上泥。敦煌彩塑的制泥工艺更为讲究，为了塑造菩萨光洁圆润的皮肤质感，最后一层杏泥中还要加入糯米汁和鸡蛋清。经过一番捏、塑、贴、压、削、刻，塑造出菩萨的完整形象。最后一个环节是对塑像进行彩绘。五个月后，杜永卫复制的莫高窟45窟胁侍菩萨塑像终于完成，敦煌的泥巴再次被注入了鲜活的生命。敦煌石窟开凿历时1000年，参与的画工、塑匠、打窟匠数以百万计。然而，这座营造千年的佛教艺术宝窟，一共找不到10个画师的名字，实在是不可思议。正是千千万万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艺术家，创造了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美术馆。出于一种无名的英雄，现在反过来搞创作要有名有利，你先给我多少钱，你给我这个稿费多好，我愿意，我出名你给我，我愿意，那就完了，那出不来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最可贵的、最有人崇敬的，留下来这么多好的东西，就是无声无息作品的人。就在敦煌工匠们轰轰烈烈地大造佛像时，吴哥窟的建造也步入了辉煌的顶峰。因为高棉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摄耶跋摩七世登场，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国王曾两度放弃王位。1177年，吴哥王朝的都城被邻国占婆占领，吴哥国王也命丧敌军倒下。眼见国难当头，生灵涂炭，已经60岁的摄耶跋摩七世扛起重振帝国的大旗，领导高棉人打败了占婆入侵者，登上了斗像台，将一个濒临崩溃的吴哥扩展为统辖54个省的高棉帝国。经历了生死斗争、盛衰荣辱的摄耶跋摩七世改变了信仰，将国教由印度教改换为大乘佛教。Ce souverain est très connu pour plusieurs raisons. D'abord, c'est un grand conquérant. Il va donner au Cambodge une taille considérable.Mais aussi, ce souverain est très célèbre parce qu'il a instauré une nouvelle religion d'État, le bouddhisme. En fait, le bouddhisme est connu au Cambodge depuis longtemps, depuis des siècles, mai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un roi proclame officiellement le bouddhisme comme religion d'État. Dans les 占婆人的鏖战中, 摄耶跋摩七世发现, 原先的吴哥城防
根本无法抵御外族军队的侵袭。他登基以后，立即着手修筑城墙。这一次，城墙的材料全部采用巨大的石块，建起近5米高的城墙，每一面墙都长达3000米。城墙的外围还挖掘了100多米宽的堑壕，让吴哥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城池。接着，舍伊瓦莫七世又开始兴建大量的城乡道路、医院、水库、旅店等民生设施，免费为老百姓提供出行的便利和医疗服务。他对人民的关怀远超任何其他国王，由此被尊称为佛王。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างในบาดในมุนติเพชในอารมณ์สลาหรือมวยกระทาธรรมสลาทั่วเพลย์ทั่วบารายตะวันตกอันนั้นไอ้เชียสไฟได้บาดบาดจิมเปิลได้ตุกเกิดมาเอายืง舍伊瓦莫七世慈悲为怀的施政理念，让吴哥建筑和雕塑的气质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通王城的国寺。巴扬寺上，巴扬寺建在吴哥通王城的中心，是仅次于吴哥窟的吴哥第二大建筑，吴哥最后一座国寺。城中心是高达40多米的49座高塔，层层叠叠，密匝如林。加之城门上的5座巨塔，代表了舍耶巴摩七世统辖的54个省份。人们在通王城看到的，不再是印度教中那种永无休止的善恶较量，而是莲花、菩萨像等大乘佛教元素营造出来的慈悲、宁静、仁爱、和平。为了营造佛、菩萨大慈大悲的气场，敦煌塑建的手法更是出人意料。上世纪60年代，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在修复莫高窟130窟的大像时发现，大佛的身体比例不对，26米高的身体，仅头部就有7米。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那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原来，敦煌塑工在处理大型造像时，并不像希腊雕塑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而是准确计算了人的视觉差。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仰望，大佛的眼睛始终都垂帘而视。微笑的造像，让千年石窟明亮。而温暖。佛陀在微笑，菩萨在微笑，弟子在微笑，连本来凶神恶煞的天王也在笑。即使是面对死亡，也报以永恒的微笑。佛祖涅槃时，天国诸神和各国君王都赶来致哀。在一片悲痛中，佛祖却是神态安详，微微上翘的嘴角隐含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死亡。这是古代的艺术家他对佛教艺术的一种感悟，因为佛教讲禅啊，禅修啊，这个拈花一笑，那么这是表达一种禅悟的精神，它会体现在这样的艺术作品当中。这种微笑呢，传播在各个地方的佛教艺术当中。我们仔细看那些杰出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带有微笑的。
吴哥城墙外，一群由地雷受害者组成的残疾人乐队正在给游客演奏。由于长期内战，柬埔寨丛林地雷密布，1979年以来已经有6万多人因为误触地雷被炸断了手脚。此刻他们的脸上没有悲戚，只有淳朴的微笑。在他们的身后，是在位30多年的舍耶巴摩七世无处不在的微笑的脸。巴扬寺的54座巨塔，每个塔顶上都雕刻着4尊佛像。当考古专家从城池底下发掘出舍耶巴摩七世的雕像后，人们才发现大佛像就是依照舍耶巴摩七世的面孔雕刻的。他用淡淡的微笑安慰了所有的国人，给这片战火连连、灾难深重的土地留下了微笑的信仰。把什么看他的弄的，给他等哦，把用没看干我等哦，把给他什么药，把等他哦。สำคัญนะก็จะสำคัญกุมนัดยืมมาไอ้บอดคลังบ้านนั่นเป็นทายาทกุมนัดกุมนัดก็ลบเลิกตาเปล่าลูกเกศวาระลูกเกศอันนั้นไงขมายรวบรวมต่อเชื้อทรมุ่ยกล่าวกุธาสลัดทอ这个微笑被称为高棉的微笑，金刚怒目不如菩萨垂眉，微笑的菩萨是佛教艺术中最值得骄傲、最了不起的智慧。这种刻法非常符合宗教所寄托的一种普度众生的一种情怀，还有我觉得高美的微笑，它是以全相、以全体的相辅应会，以个体的精妙刻画和以神韵方面的大慈大悲，并且以高美作人的特征为依托的一个艺术创作。我们发现莫高窟与吴哥窟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与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衰轨迹几乎完全同步，丝绸之路开通带来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造就了两座东方艺术的高峰，而丝绸之路的中断又让这两大文化遗产淹没在历史的烟云深处。两窟神奇相似的历史境遇中，沉淀了一带一路沿线文明兴衰的历史反思。明洪武30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中国人与海外通番，素来与中国交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交流，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一度宣告终结。嘉靖3年，明朝关闭了嘉峪关，整个敦煌地区沦为域外之地，喧嚣了1000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终于曲终人散。莫高窟人走茶凉，任凭流沙掩埋。15世纪中期，吴哥城被刚刚崛起的暹罗族攻陷，上百万人被屠杀。吴哥城高墙倾颓，瓦砾遍地，高棉的微笑被恣意生长的热带雨林严严实实地遮蔽了400年。敦煌艺术和高棉艺术的生长背景都不像雕塑上那么安详宁静，战争、杀戮、贫穷、饥饿始终挥之不去。但不管有多少苦难、多少不幸，经过艺术家过滤之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健康的、阳光的。荒芜中萌发着生命的渴望，苦难中生长着和平的愿景，
这就是东方智慧的密码，东方文明的基因。吴哥窟跟莫高窟这两大佛教艺术圣地，它的背后呢就是佛教，但是它记录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当然它没有背离佛教本身的那些向上向善的追求，众生平等，追求慈悲，追求和平这样的一些精神。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这两处石窟或者是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地能够看到这样的精神的这种表现，就留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很多可以说是感悟也好，说是我们要从它的中间汲取这种力量也好，实际上就是跟我们今天怎么去对待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的之间的相互的尊重，相互的理解，让文化能够架起我们这种民心相通的这样的桥梁。中柬建交55周年时发行了一枚纪念铜章，正面图案是莫高窟涅槃佛的微笑，背面是吴哥窟高棉的微笑，两个世界顶级文化遗产浓缩为两个经典的微笑，出现在同一枚纪念章上，完美地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底蕴。此刻莫高窟和吴哥窟已跨越无数的轮回，凝固成永恒的风景，他们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在莲花盛放的土地上一起微笑，一起怀想。